希望大家能夠支持年輕人，支持十九號黎仲恆李東昇名單嘅選團隊，希望大家願意用你嘅選票去話俾我哋全世界知道，今日大家要嘅係一個法治嘅香港，唔係人治嘅香港。希望大家能夠用你嘅選票借少少力量俾我哋，同上一次新界東嘅補選人借少少力量俾我哋，一班年輕人可以完成呢一場時代嘅變革。我哋一齊光復香港，繼續時代革命。我係梁俊恆，新界東十九號梁俊恆，李東昇嘅競選團隊，希望各位能夠繼續支持我哋一班年輕人。完成了一場時代的變革，多謝你們，多謝咁多位大圍街坊一直以來的支持，沒有你們的支持，我們一班年輕人沒可能走到今天。希望大家一如既往能夠支持我們一班年輕人繼續行完這一條時代變革的路，多謝你們。希望大家大家會見到有些人被人武力恐嚇他家人，令到他退選。大家會見到一些不同信念的候選人被選舉委員會、被選舉主任覺得認為他違反基本法，所以褫奪他的參選資格。大家會見到銅鑼灣書店有幾個苦主在香港這個地方被你中國強行老闆。希望跳投十九號，跳投十九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多謝，多謝，多謝，會啊，會贏啊，我哋。更多位大圍街坊，你哋好，我係青年新政梁俊恆，新界東十九號梁俊恆，李東昇競選團隊。希望各位一如既往支持年輕人，支持十九號梁俊恆，李東昇嘅競選團隊。希望各位能夠選票話俾我哋聽，話俾我哋前面嗰啲保皇黨聽。今日我哋要嘅係一個法治嘅香港，唔係人治嘅香港。各位，香港今日已經經歷咗太多事，我哋已經受太多苦。希望各位能夠用選票話俾我哋聽，今日我哋年輕人去做嘅反抗係啱嘅。希望各位能夠用你的選票借少少力量俾我哋呢班年輕人，我哋一齊光復香港，繼續時代革命。各位，希望各位大家可以一起。我哋喺一個爭拗裏邊，往往忽略咗信任。我哋行好咁遠，希望各位大家可以一如既往支持我哋行完呢條變革嘅路。我哋今日就一齊光復香港，成就呢一場時代革命。Hello， 投票未啊？投票啊！大圍街坊支持，多謝你哋。請大家支持六號、七號，一齊咧係入到議會，係支持實施。我唔係講時代革命，政綱係包括支持一國兩制，十九號保持香港中原。十九號全家總動員。我們捱到來這裡，我們就只是爭你們每一個大圍街坊的一票，我們就能夠完成這個傳奇。各位，希望更多的大圍街坊支持年輕人，支持十九號梁俊恆，希望大家的選票給這些保皇黨之後，我們要你們支持。我們今天就用選票告訴這些保皇黨知道，我們要的是法治的社會，不是人治的社會。加油在我旁边的是本港民主慈善的发言人梁天琦。各位大圍街坊，希望大家和半年前一样，愿意支持我们这一班无权无势的年轻人进入议会去为大家发声，希望大家陪我们一起去承受这场时代的传奇。各位，这一场真是奇迹，一个月
業之外，20,000嘅競選經費，香港嘅競選歷史裏面係從來冇發生過一個咁樣嘅當選嘅故事。今日因為有大圍街坊你哋嘅支持，我哋可以做呢件事。我們只差半步，希望每個大圍街坊全家總動員，票投19路人組合李東昇的競選名單，你們和我們可以一起成就這場時代的傳奇，我們一定可以行完這場時代革命的路。各位，我們只是差半步，希望每一個大圍街坊票投19號，票投19號，全家總動員，票投19號，全家總動員，票投19號，全家總動員，好，走啊！喂，多謝，係啊，多謝曬，係啊，喂，咁多嘅預告，咁多一本萬全清靜嘅預告，多謝曬你哋。我哋而家爭一半步，係由你哋行出嚟嘅，多謝曬，繼續行埋落去，仲有5.5分鐘，之後我哋笑住登上，多謝曬。看住啊！膊頭有花嘅，全部當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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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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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總動員，全家總動員。多謝你哋，多謝你哋。
全靠你哋，我哋先能夠行到今時今日。Hello。而家我哋只差半步，我哋就可以攞到第一個半球寶。各位，自己投票，自己審議係咪啊？投票啦！第十九號兩座係你都證明單票，多謝各位大家幫幫手。侯主席，你好，侯主席。侯哥加油！侯哥加油！侯主席。我哋十九号嘅青年新政团队，记得投票啊！记得投票啊！投李佳芳。
选，梁中恒当选，梁中恒当选，梁中恒当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全家总动员，辛苦晒你啊！辛苦晒你，帮我顶埋佢。仲有几个钟时间啫，仲有几个钟时间啫。Hello， 顶埋佢啊！咁啊，知唔知啊？好运。呢个站呢度嚟，呢个站呢度嚟，競選工程咧就進入尾聲啦，得翻幾個鐘頭啦。咁咧，其實咧，我哋嘅勝利在望啦，所以我希望咁多街坊咧能夠繼續支持我哋，將你嘅選票、神聖嘅選票都賜埋俾我哋。因為我哋唔係單單要求一個議程，而今次我哋呢個選舉絕對係一個香港人身份認同嘅公投。我哋有幾多票就代表有幾多香港嘅市民，有幾多街坊認同我哋背後嘅政治理念，呢個係十分重要嘅一個意義。所以希望咁多位街坊、咁多位香港人都能夠繼續支持我哋班年輕人，就好似半年前支持本土民主前線、支持黃天傑一樣支持我哋。我哋班年輕人除咗近呢半年啦，即係上屆新加坡補選之後咧，嚟到今時今日，當中我哋經歷咗好多嘅嘢，好多黑暗嘅嘢，包括咗黃天傑冇得參選。但係各位街坊係唔需要灰心嘅，我哋呢班人，我哋嘅理念、我哋嘅信念，我哋非常堅定。就算梁天琦冇得選唔緊要，我哋有十九號梁仲恆、十九號青年新政梁仲恆，將會繼續秉承本土民主前線理念，秉承住梁天琦嘅意志，繼續出戰今次新加坡嘅選舉。而家距離投票完結咧，完結咧仲幾個鐘頭，得翻幾個鐘頭嘅時間啫。所以而家係最後嘅衝刺，最後嘅衝刺，你哋每一票、每一分力量、每一個支持都非常重要。希望更多香港人能夠繼續企喺我哋嘅身邊，同我一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集中票源，票投十九，集中票源，票投十九，集中票源，票投十九。希望更多街坊能夠支持我哋班年輕人，支持我哋本土派，多謝你哋，多謝你哋每一位街坊。梁中恆當選，梁中恆當選，梁中恆當選，梁中恆當選。好，多謝你哋每一位。我睇下梁天琦有冇幾句可以講啊？幾句啊？我把聲唔得啊！系，咁多位唱歌嘅街坊，你哋好，我哋翻嚟啦。我系本土民主前线嘅梁天琦，好多谢咁多街坊一直以来对我哋嘅信任。一个月之前我哋冇得选，我哋唯有用 Plan B 令到我哋本民前唔会缺席今次嘅选举。终于呢一个月终于走到我最后嘅嗰几个钟啦。当中一开始有好多人对我哋有质疑。對我哋有很多意見，這些絕對不要緊，因為這些其實一早已經是意念之外。但是我們最慶幸的就是經過了一個月的時間，去到今天新界東的街坊最後是選擇繼續相信我們、信任我們。我們走暈了這麼多個區，今天我們還有一個張君豪，在過往這麼多個區由早到晚去到每一個地方，都一定有街坊走上來支持我們，跟我們握手，跟我們影相，鼓勵我們，給我們吃我們，給我們喝我們，跟我們一起喊口號，甚至是帶我們喊口號。這些就是人民的信任。政府怎樣打壓我們，怎樣蹂躪我們，絕對不要緊。一個梁天琦，區區一個僆仔剛剛畢業沒得選又如何？但最重要的是他背后的理念有没有人继承，有没有人继续发扬光大，有没有人可以继续将我们的理念带给下一代。今天我们见到我们的中学生比我们当年更加勇敢。我们当时在中学的时候可能只不过是薯仔一个，
啊，都要守校規，如果唔守校規就唔知會點，驚老師。但係今日我哋嘅中學生比我哋更加勇敢，自己喺中學成立嗰啲本土關注組，關心政治、新亞視，推動港獨。我哋下一代比我哋更加進步，我哋而家做嘅就係為我哋嘅下一代開拓一條新嘅血路，令佢哋可以喺一個公平、公正、公義嘅環境成長。多謝你，我哋仲有幾個鐘繼續。顶埋佢咯，唔系顶埋佢，系夜埋佢啊！多谢晒，借票，吓乜借？我哋再几个钟，含笑夜埋落去，多谢晒，全家总动员，票投十九号，全家总动员，票投十九号，全家总动员，票投十九号，国防安港，时代革命，国防安港，时代革命，国防安港，时代革命，多谢晒，唔该，全部投票，多谢晒，多谢晒，好，我哋继续啊，加油啊，系，多谢晒。可以的，多謝曬，多謝曬，力保持北上，拜拜。Hello， 大家拜拜。我哋澳門嚟嘅，係啊，加油，小心啲，小心啲，拜拜，拜拜。澳門嚟嘅，加油，小心啲，小心啲，拜拜。我係你嘅，中啊，你投咗邊一個啊？我投咗，我超過投咗幾個咯。誒，我都係喎，唔係，其實唔係。我支持咗好多人，我前面集結過，係啊，係啊，支持曬泛民嗰啲。我投曬六個 all in six， 保住泛民個大個，投曬俾佢哋。係，最幾慘啊！我最仲係冇機會當選。佢自己嗰個，佢哋自己個民調啊！我繼續打飛機啦，不打飛機，我玩不全面。嘅目的係乜嘢啊？一票有冇諗過係真嘅？唔係，以佢時報出現嘅目的咧，就係越要我咁聲，我越要更要更要等嘅。我都唔記得佢嗰句三弊係咩咩。計劃放棄咗啦，係咩咧？所以可能佢嗰句係咩咧？唔記得咗。又不信。嗰句就係勁勁。冇。投票啦，知唔知道啊 ？Hello。回到零雪饼，票投十九号。正所谓票投十九号，贪食苦辣多。十九号，记住系十九号。加油！我哋继续投票啦，支持十九号。Hello， 你好。街坊可以行使你嘅公民權利，將你手上面神聖嘅一票投一個你信任嘅候選人。如果大家未諗到投邊個嘅話，我俾個推介你哋，支持年輕人票投梁仲恆，我哋係十九號、十九號、十九號。青年新政梁仲恆嘅競選團隊係十九號、十九號、十九號。咁多位最高嘅街坊，你哋好，我哋係一班熱愛香港嘅年輕人，我哋望住香港逐步受到赤化，我哋唔可以望住我哋嘅香港慢慢慢慢變成一個中國人嘅香港，我哋希望重奪翻我哋香港人嘅一個身份，我哋希望光復翻屬於香港人嘅香港。呢一場係一場時代嘅革命，我哋需要你哋嘅選票，希望咁多位將軍澳街坊可以支持我哋，我哋係十九號青年新政梁仲恆嘅競選團隊，記住係十九號、十九號、十九號支持年輕人票投梁仲恆，我哋係十九號、十九號、十九號青年新政梁仲恆嘅競選團隊，希望咁多位將軍澳嘅街坊可以支持我哋。我們是十九號的同學，你叫小團隊。想認識一下，去問一下十九號是誰。我真的想認識，真的想認識。投十九號，我拍檔鄧家彪陳一票，多謝大家，多謝。咁啊，佢選唔到，咁佢先至可以繼續打啲人情牌啊嘛，係咪？你諗下，佢一年賺四年賺四千萬，佢俾幾次人工你啊？咁恩你仲咁博取？香港人咁多位將軍澳嘅街坊，你哋好，我哋係十九號青年新政梁仲恆嘅競選團隊，希望咁多位將軍澳嘅街坊，而家距離投票截止仲有大概五個鐘左右，希望大家可以抽少少時間去到票站投下一個你信任嘅候選人。如果諗到投邊個嘅，希望大家可以信任我哋，我哋係十九號青年新政梁仲恆嘅競選團隊。我哋係一班熱愛香港嘅年輕人，但係我哋望到香港自從主權移交之後逐步受到赤化，我哋唔希望我哋成長嘅香港慢慢變到好似中國嘅城市一樣，我哋希望守護翻屬於香港人嘅一切，包括我哋嘅文化、我哋嘅語言、我哋嘅歷史。希望咁多位將軍澳嘅街坊可以支持我哋，支持年輕人票投梁仲恆。希望咁多位將軍澳嘅街坊可以抽少少時間去到票站，將你神聖嘅一票交託俾呢一個信任嘅
第二次，我哋是十九號青年新政糧仲恆的競選團隊，咁多位將軍澳的街坊，你哋好，希望大家盡一盡你的公民權利，將你手上面神圣的一票交托俾你信任的代議士。全家總動員！市民革命！喂，咁多位將軍澳嘅街坊，仲有咁多位拉緊票嘅人，咁多位朋友，仲有其他黨嘅人，你哋好，我係本土民主前線嘅梁天琦。半年之前，新東補選，我哋最後一個站就喺依個位，而我哋攞到最高票嘅，亦都喺依個區，依一個就係我哋嘅大本營。等陣我哋會入到尚德村，尚德村就係我哋嘅首都。亦都是我哋唯一一個贏到楊岳橋的一個票站，所以嗰個係我哋嘅基地，是我哋嘅首都。各位朋友，我是本民前的梁天琦，翻返嚟呢度再繼續拉票。我哋而家嘅選情非常之樂觀，我哋就係爭咁多位將軍澳嘅街坊，就係爭你哋手上嘅一票。只要你哋將你手上一票投俾我哋，信任我哋，我哋呢代人就會有一個屬於我哋嘅代議士。雖然我哋呢班人過往好多人話我哋係廢青，話我哋係暴徒，喺後面有好多我哋港大嘅同學，仲有好多一齊俾人告暴動罪嘅人。係啊，半年前好多人話我哋係暴徒，到今日都仍然有好多人當我哋係暴徒嘅。但係唔緊要，呢一班喺社會主流眼中係廢青、係暴徒嘅人，今日有能力推舉到一個人當我哋嘅代議士，係因為佢哋展現咗一種朝氣。你睇其他黨走出嚟拉票嘅人，再睇下我哋走出嚟拉票嘅人，你就會睇到個分別喺邊度。我哋嘅人含住個笑嚟拉票，我哋嘅人真心相信一個理念，所以先至會奮身投身呢一場選戰，不收分毫，通宵擺街站，通宵搜物資，咁樣嚟幫我哋拉票。就是因為我哋相信一個理念，我哋冇收任何錢。如果我哋係真心相信一樣嘢，全世界都要走嚟去幫你完成你嘅夢想。所以今日過咗十點半，我哋一定會笑住咁去博覽館，我哋會笑住睇到我哋呢一代終於有一個屬於我哋嘅代議士。我哋嘅政治理念、我哋嘅夢想、我哋嘅聲音，梁俊恆會幫我哋打入去立法會。面對政府的打壓，我們絕對不會畏懼，即使我今天沒得選都好，絕對不要緊，我們的理念一樣會有人傳播開去，一樣會有人接棒。政府怎樣遊輪我一個人，絕對不要緊，因為我們選一個代議士，我們是選擇他背後的理念，我們選擇的是這個理念背後的團隊。所以今天我們選梁仲恆，選的就是香港的主權在民，一個信念在我們這代人，在我們的下一代手中，已經是一個主流的思想。終有一天我們成為香港的主流，香港就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各位，這一步是我們的第一步，很多謝你們一直帶我們走到今時今日。我們還差幾個鐘啊，師兄給時間你，好，還差三個半鐘，各位義工、各位朋友、各位兄弟、各位手足，最後三個半鐘包埋佢，包完佢，我哋就笑住去博覽館。我哋聽日就可以好自豪咁同全香港人講：呢班廢青有一個立法會議員代表你哋啊！九一四啊，唔係，係應該係全家總動員，全家總動員，全家
總動員，要求十九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多謝曬唔該，家方，多謝唔該，手足，多謝曬你哋，有咩講啊？冇啊，好沙。好，大家多謝曬，多謝曬，感謝。啊，好貴。好，下一站。系唔系顶埋呢几个钟？系笑埋呢几个钟？系啊，要含笑等嘅，系嘛？天记加油啊！烧猪嘢，系啊，烧猪，我哋坚，我哋含笑等嘅 ，OK。喂，今日一齐赢啊，冇错啊！我哋一齐赢翻香港，一齐赢 ，Win back Hong Kong， 烧猪嘢，地铁站啊，地铁站 ，Win back Hong Kong。你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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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街坊你好，請投十九號，請投十九號，請支持十八零八年九三票站收十點半啊！未投票嘅記住投埋票先啊！好啊，記住投票啊！如果未投票嘅話，係啊，我啱啱又想落嚟啊！希望各位能够支持年轻人，支持十九号梁仲恒李宗盛名单的竞选的团队。希望各位能够用选票告诉我们全世界听，今天我们要的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不是人治的社会。希望各位能够像次的新东补选一样，借你少少的力量给我们一起光复香港，继续时代革命。我是青年新政梁仲恒，这个是新界东十九号梁仲恒李宗盛的竞选的团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支持年轻人，支持十九号梁仲恒李宗盛的竞选团队。多谢你们。最后的将军澳区继续摆埋最后的三个综艺街站，我们过去一半年参政遇到很多不同的事，最后我们参选，最后的结果是本文前选都没得选，梁天琦选都没得选，但是绝对不紧要，因为我们的助选团即使不是帮本文前，不是帮梁天琦去助选，今天是帮清政的梁仲恒助选，我们一样展现到跟半年前新东补选一样的气魄，一样的朝气，一样的气势。为什么啊？因为我们一班人真心相信一个理念，香港主权在民，一点无论是换哪一个候选人，只要背后的理念是一样，我们展现出来的气势都是会一样，我们到最后一样会赢。这个就是我们年轻人有的力量。各位，我们过往被人标签不紧要，说我们是暴徒不紧要，说我们是废青不紧要，说我们是排外法西斯不紧要，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想要的香港是怎样，我们知道在香港是由香港人话事，不是由中联办话事，不是由张晓明话事，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做的事是为我们的下一代着想，我们想我们的仔女将来在一个更加公平公义的环境成长，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为我们的下一代开拓一条血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不参选，如果我们遇到困难就放弃，遇到有人抹黑标签就转态，我们就不会有成功的一日，我们走这条路走了年半，本文前成立了年半，到今日仍然可以参与在这场选战，政府剥夺我们的政治权利，但是我们有同路人，梁仲恒十九号就是第一个挺身而出代我们继续出战新界东，令到我们可以继续投身这场选战的人，我非常之多谢他，因为他我才可以继续站在这里拉票。各位街坊，全家总动员，票投十九号，全家总动员，票投十九号，全家总动员，票投十九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仲有三个钟，我们一定赢，仲有啊。我在这里讲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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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就因為梁天琦冇得參選，所以就投俾梁仲恒，因為我哋兩個理念都一樣。多謝，多謝曬，多謝，拜拜。好，多謝你哋，多謝，多謝你哋。多謝，多謝。多謝，多謝。Hello， 各位。多謝，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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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參考佢，你就係十九號，有幾多分啊？多謝你。好。
得埋份天氣上先，不如一齊行會好多。要賺三十點啊！叫你收工去投票啊！上多層，上多層。你指邊度？Thank you.